那个时候我17岁，正在圣玛利亚女中就读高二。当时松江已经沦陷了2年，很多学生都恨透了日本鬼子，这其中也包括我。但是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，顶多就是暗中搞一些反日的宣传活动。 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谢谢，看一下。哎，等我！ 是吧？